中华民国临海及临街区法公布日期：民国87年1月21日。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Aaron 7986第一条：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海之主权及临街区权利，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及于临海、临海之上空、海床及其底土。第三条：中华民国临海为自基线起至其外侧12里间之海域。第四条：中华民国临海基线之划定，采用以直线基线为原则，正常基线为例外之混合基线法。第五条：中华民国临海之基线及临海外界线，由行政院订定，并得分批公告之。第六条：中华民国临海与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之临海重叠时，以等距中线为其分界线，但有协议者，从其协议前向等距中线，系指该线上各点至中华民国基线上最近点与相邻或相向国家基线上最近点距离相等之线。第七条：外国民用船舶在不损害中华民国之和平、良好秩序与安全，并基于互惠原则下，得以连续不停迅速进行且符合本法及其他国际法规则之方式无害通过中华民国领海。前项连续不停迅速进行且符合本法及其他国际法规则之无害通过，必要时的包括停船和下锚在内，但以通常航行所附带发生者，因不可抗力或遇难必要者，或以救助遇险或遭难人员、船舶或航空器为目的者为限。外国军用或公务船舶通过中华民国领海，应先行告知外国潜水艇或其他潜水器，于通过中华民国领海时，需在海面上航行，并展示其船及旗帜。外国船舶无害通过中华民国领海之管理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大陆船舶通行中华民国领海，除依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办理外，并应遵守本法之规定。第八条：外国船舶通过中华民国领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属无害通过：一、对中华民国主权或领土完整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二、以武器进行操练或演习；三、搜集情报，使中华民国防务或安全有受损害之余者；四、影响中华民国防务或安全之宣传行为；五、起落各种飞行器或接载航行装备；六、发射、降落或接载军事装置；七、装卸或上下违反中华民国海关、财政、贸易、检验、移民、卫生或环保法令之商品、货币或人员；八、严重之污染行为；九、捕捞生物之活动，亦临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一、一、干扰中华民国通讯系统或其他设施或设备之行为；一、二、与无害通过无直接关系之其他活动。第九条：外国核动力船舶载运核物质或其他有害物质之船舶，欲通过中华民国领海时，需持有依国际协定认可之证书，并经中华民国政府许可与监管，其许可与监管办法由行政院定之。第十条：中华民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或安全，得暂停外国船舶在领海特定海域内无害通过，前向特定海域之范围及暂停无害通过之期间，由行政院公告之。第十一条：中华民国政府的对下列各项或任何一项制定关于领海无害通过的法令：一、维护航行安全及管理海上交通；二、保护驻航设备和设施以及其他设备或设施；三、保护电缆和管道；四、养护海洋生物资源；防止及处罚违反我国渔业法令之行为；六、保全我国环境，并防止、减少和控制环境可能受到的污染；七、防止及处罚未经许可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八、防止及处罚违反中华民国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法令之行为；九、防止及处罚与无害通过无直接关系之其他行为。前项关于